无影无踪，不再相信谁能把谁救赎，直到你闯入我的世界，就算这世界破裂成一片黑暗，我们在黑暗中方站。其实有件事情要跟你商量。什么事儿啊？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。怎么办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李寻的恋爱盲盒流水已经破千万了，现在已经有好几个大的投资机构开始接触他们了，而且现在只是一个开始。破千万听起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呀。现在是没什么，但是这个市场风向非常的危险，一旦他们有钱了，我们没有产品和他们对抗。你也看到了，飞扬的网络我根本黑不进去。那你想让我干什么呀？把恋爱盲盒的游戏源代码拿过来。怎么拿？你现在还可以接近李寻的，对吧？你今天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去拿代码呀？娜娜，我们现在是绑在一起的，我不是为了我一个人，我没有办法再放任他下去了。李寻的手段你是知道的，只要他有一点点机会咬死 LP， 他就不会放过我。只要他不放过我，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娜娜，恶心。你也是恨他的对吧？你也是想看他失败，想看他向我求饶的，对吧？你弄疼我，你放开我。还是你舍不得了？我没有。你不是一直想着李寻的吗？多好的机会啊，我送你去，我送你去。你疯了吗，高建宏？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你别在这儿给我装了，你早就迫不及待了吧？迫不及待想要跟他弹琴，想要跟他暧昧，你早就在心里面想过无数次了吧？啊！我怎么会嫁给了你？后悔了？当然。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，你爱的是我的钱。如果不是我帮你爸收拾那些烂摊子，你怎么可能会嫁给我？啊！我嫁给你，是因为我以为你还是六年前的高建宏，那个跟我说起蓝光 App， 说起未来，眼里会发光的人。我告诉你，我徐丽娜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人最爱的人前。你让我做这件事儿，我不可能会去做。你别逼我。我逼你？是李寻在逼我，是你们在逼我。我们离婚吧，好吗？你说什么？
离婚。高晓，你已经输了。